安七炫宣布 HOP 合体。粉丝雷奔网易娱乐1月29日报道，韩国歌手安七炫今天发文称，邓丽虎正晒着我们虎虎三倍优待，等了好长时间，我们好好准备舞台，并晒出一张 HOP 五人组合的照片，宣布 HOP 在合体。HOP 是于1996年成立的韩国男子组合，由王熙俊、张佑赫、安胜浩、安七炫、李在元五人组成，在当年红极一时，最终于2001年宣布解散。但是这期间一直有粉丝不离不弃，呼吁几人重组。此番消息一出，粉丝们纷纷泪奔，大呼队长文熙俊、主唱安七炫、夫人安胜浩、舞蹈张佑赫、忙内里在元终于合体了，一时代的传说 HOT 终于来了。我从13岁等到30岁 ,Tuck。而迷弟张睿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什么也没说，直接发了一排大哭的表情，可见其激动的心情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杨明， NV5736 分享赞，相关阅读